就我爷刚杀完的，这多少斤呢？11斤。哎呀妈呀，不是这鸡咋秃噜的？这是全是毛啊！奶呀，这好宅了。好宅呀！大家好，我是双双。今天二叔帮我们把剩下的地面打了，然后今天家里面有人干活，爷爷一早上起来现杀的鸡。一会儿我要出去买点菜。这个是老姨夫来帮忙干活来了，然后妹夫，那个是小维大叔。这人多干活是快哈，这沙子水泥也吃完了，二叔已经磨好那么多了。饿不饿呀你呀？不饿。不饿呀？一早上没吃饭，来干活来。一早上不吃饭，时间长了对胆不好。我刚刚去买了一些菜，买了一些肉，然后爷爷一早上杀的鸡，今天准备做6个菜，给你们看看。你们看看今日伙食啊，一会儿准备炖个红烧肉，或者是酸菜穿白肉，然后这个待定。这里面有蒜苔，有干豆腐，然后这边是皮冻，这边拌的凉拌菜，然后这边是爷爷刚杀的鸡，现杀的鸡，马上下锅准备开始炖。今天二叔、老姨父、小维大叔，还有妹妹、妹夫，他们都来帮忙了，所以做点好吃的吧，全是家人，今年。盖这个库房原定计划，我们是全部准备是雇出去的，因为戴口罩的原因嘛，就都是自己干了，所以先做饭。在前面那路口往南拐，然后就看见有一个蓝色的库房，你就往那边开就行了。这人多，打的是快哈。你马上要打完了。这个是不是也害事啊？就往门口堆呗，那咋整啊？摔坏了，你瞅瞅。多少钱一袋？一袋水泥70块钱呢？那也太黑了，那个。多少钱？我给你转微信。450啊。这说那说的，我可没那说。钱乱差好了，那打量不打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。那你咋寻思回报你呢？反正这玩意儿，无聊。反正我要整，我还能到什么？因为差啥？你知道我有玩儿的。是，你没玩儿的。就属于这些设备，你传上机啥的，你这个，机啥都有。没多少。
现在已经开饭了。哎呦，半夜了。老姨夫着急忙慌的走了，因为孩子在家里边，然后今天就没有在这吃，改天再请老姨夫再吃一顿吧。到一杆或者又到大半杆。大叔他们现在在喝酒，然后我也准备去吃饭呀。你要喝点酒就是肉好吃啊，多吃点啊，鸡肉今天刚炖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给我整的着急忙慌的一天呢，还得拍视频，晚上还得吃做饭。跟你使这个，跟你使这个，我都给你整饭了。我让弟弟玩。你别找妈给找去，妈给找去。你这边是要给它磨一个坡出来吗？不磨坡。不磨坡。那这把这边都是水泥，你打完了吗？啊、哦。先搁这嘎达处理齐子了，完事等卖完牛了，再把这边到牛圈门口那边全都打起来呗。这边是厚，这边有七八公分，就那样，七八公分应该够用了。放着一罐子水，然后明天用来浇地面，这水泥刚打完，用来浇地面。现在是晚上的七点，江南还在磨这个地面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。江南还在磨呢，辛苦了一天了，然后一会儿就让他早点休息吧。我是双双，拜拜。